大家早好，真欢迎您来哈，一关下。去年的这个时阵哈，规个是要透风台安尼啦。啊，恁今年来敢那有较无遐冷？今年敢嘛？今年2015年，敢那对咱台民政府真好。张，你唔知有看报纸无？自由时报，你无？助理国务卿，美国助理国务卿罗素，伊讲2015年台湾的问题是一个重大改变的点。台湾的报纸，你也要解读。金溥聪怎落台？是安怎落台？金溥聪本来是伫去年，咱的2014年，咱就讲伊伫六月。要等下接国安的秘书长，一月咱就讲，结果伊提早三月接国安会秘书长，是安那要接国安的秘书长，接了后阁拍拍照，迄个所有的政治单位、警察机关拢总迄个巡，为何如此？伊是美国派伊要等下替马英九。甲国防部的部队、警察单位、特勤单位控制的人啦，伊惊安怎？惊咱美国军事政府伫今年六月以前要入来了后，惊引起擦枪走火。但是应该是解决好啊。伊要落台，昨个电视有足侪人在解读，但是唯一上正确的。一个叫做蔡玉珍，你们捌听过无？伊拢捌来上课哈，伊伫伊个网站 FB 内面有抛起哩熟悉的证据。伊讲马英九的选举啊，遐个电子业的公司倾钱予伊个，因看到有人翕到相，伫地下室五楼，两台车去小赌，搬五箱的现金。五箱啦，啊，唔知大箱啊细箱，我相信迄种个无可能细箱啦，哦，可能一箱我搬袂上来，或安尼看我大箱。马英九伊咧讲伊清廉吼，伊敢有影食饭交盐？无影嘛吼、哦，最近一寡代志拢出来有无？还袂发生疫情，咱发觉伊是一个这温良恭俭让。整个全台湾吼，伊要选举想要扫过安尼无，无人动伊个调。其实伫2012年就应该伊袂对啊，是因为蔡英文伊违反美国的指令，伊伫美国讲讲台湾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美国甲授予美国国旗。啊，等下到台湾伫高雄乐冈公园，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所有要选总统的人，大概拢爱去美国 interview， 唔是因的国务单位，是因的关台湾两个对口单位而已啊。出者迹象显示，台湾要阁是美国军事占领中，你慢慢来去思考。你说他过初级班？较高级班，你个想讲爸爸水灾，美国直接入来如入无人之境，咱的国防开放是安怎入来？马英九迄底个无啊是写台湾，是写 ROC， 是安怎中华民国？伫世界无人要承认，你出去外国，当然你个问讲中华民国写一堆无去啊？中华民国在1979年等高了后，咱就和台湾关系法叫做 TRA 所取代。台湾关系法内面所讲中华民国的，就是台湾治理当局，尤其是第15条。第六条是在讲 AIT 派抵台湾执行美国总统的指令，有半方面。半官方的关系，后民间的关系，因为伊甲咱是贸易、文化、
经济的伙伴而已。但是，伊执行总统的命令第六条，那第十五条，伊是讲，地理当局后边的后继者，过去咱是用选举的，什么人变成台湾的地理当局？伊伫2013年，一当外前，伊有用原文的改过啊。你在这上课，必须就在咧讲。英文无外高，无人比伊搁再较清楚着在讲啥物，就是迄个 people on Taiwan 甲 people of Taiwan 的分别。伫2013年，美国已经甲台湾关系法改正，后继者，台湾治理当局的后继者叫做 people of Taiwan。我一句话讲，你若无认同这个土地本土台湾人，你不能再执政，你不能再接掌政权。台湾关系法在1979年4月，在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拢表决通过的法案，也就是讲，伊是美国的国内法。但咱的法令的对等，用美国的国内法来在牵制台湾，台湾根本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这点就非常清楚。Chinese Taipei 对世界的讲是 Made in Taiwan， 对国内的讲是中华民国。但是中华民国这个四个字的组织当中无去啊！你若唔相信，你若有去买到咱的安排 USMG TCG 的安排，你都要拄到高雄警察。你甲讲拜托，你甲讲中华民国伫对，伊讲袂出来，伊即摆唔爱甲你讲中华民国，伊即摆甲你讲台湾。我去当着两遍，伊讲这是台湾，我讲对，这是台湾。啊，台湾像个，用台湾台湾的人个，我讲唔对，台湾是即摆有个美国军事占领中，我挂美国个 USMG 的车牌都要好了，唔敢甲开红单。所有个行政院个组织条例一直改。一直删减，一直改。你敢有一个印象？马英九在用的人，行政院部长，所有的人拢爱博士级的，你有印象无？遐博士是安怎咧读的？你认为讲遐博士袂用治国家？你认为遐博士无能力啊？你认为讲台湾真正调理个治理个遮乱啊？大家来思考一下，好不好？2012年，马英九要就职的时，你有看到一支国旗有无？你敢有看到？初级班有看到无？迄、那个国旗，伊是改改造，中是一个12起的。啊，伊用这个国旗去申请台湾民政府，因为咱是2006年控告，12是控告2009年的。4月7日，咱已经判决胜诉。美国的最高法院已经公认迄五条啊，咱无世界性的政府，咱要过伫政治联立中，咱是本土台湾人，也无国籍。美国行政单位爱扶持的我们，仍然在美国军事占领中，这五条写甲清清楚楚，所有的人拢惊着。民进党派人去甲美国讲恁呐。你若要来占领，我要随改制台湾民政府。国民党有两组人，一组马英九，一组王金平的代表，伊嘛申请要台湾民政府。美国甲讲拢无可能，因为台湾民政府叫做 TCG， 唯一是咱合法的一个名。啊，国民党敢会帮你耍？民政府崛起，上大、上危机的，就是国民党。中华民国国民党已经是跟中华民国民进党合而为一，他在体制内用选举的方式要来推翻，要来统治，要来就地合法。为李登辉的废神开始的安尼啊，李登辉在2004年，李秀莲做副总统的时候，伊就真清楚的讲，伊讲这是要跟美国军事占领中。
你要安怎会当加入联合国？清伫清上回演讲啊，这应该你拢有印象。啊，咱遮嘛有资料。你一件一件迄个回忆，迄个了解，咱这个法律，美国即摆互咱定着暗棍。美国是一个出卖台湾。我其实我即摆在咧讲，伊应该有听到啦。因为我捌一遍伫遮讲吼，咱美国个代表吼，随卡来讲，你有讲着三句话唔对。足清楚，全世界这是现场转播，世界都收得到。啊，我公开甲讲，美国是出卖台湾上厉害的一个国家。头几箱是杜鲁门，无清楚，伊是认为台湾要跟日本的殖民地，但是伊袂记啊。1922年的机会，美国的海军裁军政策第十八条的武功。台湾是日本的国土，何况伊伫遮殖民50年，诶，1945年4月7日实施民治宪法，为内地延伸到甲台湾平壤，伊嘛伫韩国主导实施宪法，但是韩国先来当独立，咱袂使，是因为韩国是伊去占领，咱是被割让。咱是从讲到无一块好，什么男无情，女无义，尿不义，花不香，有无？满清是安尼，甲咱放遐角去，想要生一个鸡卵，甲讲破安尼。满清统治212年，伊伫只开垦6个屯垦区，南部迄边并无，所以高山族甲起来抗议，伊讲我的土地甲一时间被卖掉了，你会知影？日本人要过到恒春，鹅銮鼻的时候，还去甲高山族的买路呢？就证明丹波是高山族的。咱咧看《塞夏克族》那部电影就是安尼意思啊。所以咱来还原历史，咱甲历史颠倒转来看，较知影讲国民党伊为了统治台湾所编造历史，完全颠倒头变。但是。您会当来，我唔知您什么目的，唔知您什么情况之下来。您有可能被人拜托到，有可能您对国民党无满意，有可能对民进党无满意，可能您为着台湾未来出路，您来参加台湾民政府。不管你什么动机，有来就是了解清楚，就是一条活路。你甲想，民进党阿比尔做总统8年，落任迄关6年过43日。谁的官没那么单纯是国民党的官，也不是中国的官，一半以上的因素是美国的旨意，因为他很多遍挑衅美国的底线。2000年他就这个时他画四不一没有，有没有？你有印象吗？ AIT 他说的阿扁也说，我台湾人，我喊的定时，我400年洪统治，我要当家做主，我要建立我制宪建国的国家。阿扁也伫遐咧爽未脱，伊讲阿林伯的当选啦，无你是变喏，有无？美国的第7舰队是开出来，你甲看看卖啊？阿扁啊，迄2粒地甲要破，拳头无呢，你茫想唔对。啊，伊是啊，伊是安尼人啊。伊想要创造历史啊，但是迄个四不一没有，伊在无奈的情况下，和 AIT 的一个官员甲指示，伊认为伊足够，一边坐飞机去南非，伊甲画一边一国有无？迄个飞机飞倒袂落，你有印象无？迄个飞机顶坐上，坐邱毅人，坐王雪红，全世界不爱好落嘞，都是去到利比亚。啊！利比亚因为提起后生要来台湾读册，利比亚他讲，我让你倒来。啊，倒来了后，利比亚迄个提起后生都我让禁止袂当去美国。你有印象无？应该有吧？啊、所以台湾是要安怎讲？以民进党的角度，要安怎用联合国的宪章讲主民主权？咱已经是主民主权啦，咱有选举权，但是咱无领土权。
人民主权跟领土主权绝对不同。这个土地不是你的，你在这住足久，啊，举手举举用投票，讲这个土地你的，啊，若安尼国宾饭店嘛我的，啊，我著住三十年，住二十年啊，我的啊，敢是安尼？好来，啊，即摆有争论的是讲这个土地到底日本天皇是安怎无法度发声？咱即摆台湾这个土地的所谓主权。切身的问题，我拢定咧讲，讲敢那是唔知是小三啊、小四生，分袂清楚老爸老母是啥。一个中华民国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一个日本，一个美国，有无？分袂啥清楚？啊，咱来厘清，咱来厘清。为满清统治212年，割让给日本天皇，是天皇对天皇无条件永久割让。这个地就甲中华、甲满清无关系啊。除了等于收银啊，啊你生一个银啊，啊饲袂饱，你就唬人啊，啊你嘛人摕钱啊，啊有钱等于收银嘛，对不对？啊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甲讲就讲啥，讲感情上、情感上、历史上，台湾是伊的国土，有无？即摆要讲啊吼，即摆拢讲核心利益，因为奥巴马甲因经过，伊讲台湾这个土地爱用国际法来解决。你甲挂牛和日本天皇，天皇伫只殖民50年，到到1945年的8月15日投降以前，已经实施明治宪法。咱的祖先有去做兵，去海南岛，去菲律宾做兵，也有去参政。林献堂去做参议员，这个叫做国际法上宪法的内地延伸，已经是你因一旧的土地袂使分割。纵使战败嘛，袂使分割。啊，那安尼啦，战胜会当赢。啊，美国一日拍到拢赢啊，全世界拢赢啊。这不，这国际上没有次序。所以，自从拿破仑1923年以后，国际法就是战胜国不得移转主权。这个大家拢清楚，以国际法来讲。但是，通常政治的实体是现实的，政治实体是现实的。中国13-14亿个人要吃。敢那一个可口可乐、甲百事可乐，人就食到惊死人啊！所以美国呢，看到利益，因不得不对中国小夸忍耐。啊，若看外国的，切到呛声。啊，台湾呢？台湾定出台湾管理法，听讲咱民进党的早期的法拍，蔡东营、陈东山，因遐伫美国的人有小夸有努力着，但是。美国坚持要用台湾关系法来牵制台湾，迄内面写是袂使提供武器，但是伊讲提供防卫，保护台湾人民，保护台湾人民的经济、生命安全，安尼叫做被动提供武器买卖，啊，主动权伫台湾，国民党的人就甲美国国务院的人合作合作，伊添做哦。你不管什么武器，你不管什么武器多少，咱一年拢总国防的预算，甲买武器差不多3000亿啊。加伫咱民政府执政吼，拢总省起来，美国爱派卫兵来甲咱顾，咱拢唔免做兵，嘛免买武器。伊是主要战线国，伊爱来负这个责任。现时是的波多黎各就是这个情形，这咱伫。现代论里面拢应该有读到，美西战争西班牙挂牛死的所在，波多黎各即马切身为民，一年甲美国讨差不多800亿个美金，唔免交税金，佮唔免徛卫兵，大家食食好肥肥，叫个推推。啊，咱台湾作工交税金，得佮交价，生活品质得佮摆到即个情形，石油控制伫因的手里，台塑甲中油两个公司联合起价。那起科技落两角，最近石油落腰斩，搁腰斩，100块降到剩40几块，伊落1/3。啊，遐个钱轻轻个存伫总统府，总统府在乌西美国个国务院。中华民国是这个情况造成一个柯文哲现象。我很多讲过，中华民国伊敢真正遐下蛮通底。
不是，一半哦乱。你敢袂当同意我的讲法？今仔那恁啊，在座恁啊，你今仔做一个郡守好啊，小县长，或你做一个州长、知事，你敢有这含慢？顶新的迄个油，你敢唔知影讲爱有一个履历检验？你敢唔知影这个物件民生必需品？你敢唔知影酒油对对这个这企业对民生偌重要？你拢敢唔知？你拢无得处理？即马柯文哲咧打四大弊案，你敢知影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官员官商勾结偌严重？以前拢无人安尼，包括民进党做袂了，是安怎安尼？洪仲丘事件的网络世代造成到人潮了后，太阳花事件引起到公民的崛起。这个公民的崛起一定要有一个议题，这个议题公共的议题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。我已经没饭堂吃，我民不聊生，我就一定要折换。菲律宾是这个情形，你若讲中华民国，伊咧号称五千年历史，一个盛世，一个乱世，一个盛世，一个乱世。迄个盛世，民伊咧所有就是国泰民安的时阵，大家人就富如，就是啊，饱暖思淫欲，安尼已经贪腐了后，变作民被收刮，安尼变啥？民不能食饭，变作民不聊生。啊！你我未食饭，我都要死啊！我不如就拼你啊！这个情形，赶快的意思。中华民国的黑箱作业，唔但是服贸、货贸，迄个是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 ECFA 签了了后啊的输在人啊，迄个叫做啥？独立关贸协定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对等关系。安尼叫做甲共产党合作会，违反当时麦克阿瑟委任蒋介石来台湾管理地理，要叫伊反共的政策，伊无理由去待在台湾。所以咱要求，咱甲美国要求国民党赶紧撤退，离开台湾。迄个理由直接点在这里。国民党甲美国讲我要撤退迄堆。我若过中国大陆的人唔好过，伊讲恁这旁是贪腐集团，那何恁去买中国大陆，阮何恁乱了到底会倒去？所以去协调一个平潭岛甲金门马祖后裔。金门马祖目前还阁属于福建省管。你唔知道有一个印象无？伫电视有报。福建的人民，福建的乡亲来找王金平，讲阮金门想要来设一个卡信哦。王金平啊，讲你爱找福建省的主席，忙来找台湾的立法人，你有清楚无？所以你为台湾配合，为满清一直甲延伸到甲日本统治时代、殖民时代，到甲中华民国管，今年整整七十年。1949年，蒋介石来台湾的时候，英明说的讲中华民国，我们已经亡国，我们都是亡国奴啊。迄个时阵呐，1949年已经无去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迄年的10月初建国啊。啊，到甲全世界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，咱甲威风联合国去互取代出来。这个时候，中华民国的世界无人要承认嘛？啊，可怜是咱有骗到这当今。美国的要求，我才拄啊讲，美国的要求，就是因为蒋介石，我拢讲民间的传说，讲伊是甲毛泽东两个咧斗，啊，拢天顶的什么古什么什么什么来转世，啊，我拢定讲吼，啊，台湾人真是欠的足忝啦，伊本来唔敢来台湾。伊伫四川呐，伊伫中国大陆个时已经落任啊，已经伫四川唔敢来台湾，要逃亡啊！伊先叫伊个侍卫，
叫伊大帅走来台湾问啥？问单仪，甲问孙立人。迄当时单仪是1945年的10月25日，伊来受降。日本人向伊投降，是太平洋战区，伊是代表中华民国来受降。一个单仪，啊，一个去接越南。当时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大时，拢总占28个所在。都独独台湾甲越南和中华民国蒋介石来受降，啊，单仪来受降了后呢，叫做行政长官公署，啊，一个警备总司令部，这就是军事政府爱你成立的两个单位。结果蒋介石唔敢来，伊派人来问单仪，伊讲我会使来台湾未？啊，单于这个吼，西中竟然伊家己背起哩中国大陆，甲讲我们以元帅为尊崇的对象。啊，迄个伊个大帅去走去问孙立人，因为孙立人占伫高雄，高雄有武力啊。啊，孙立人嘛支持这个蒋介石。啊，你看当时美国甲单于甲孙立人讲，你唔让我蒋介石来，啊，我一年支援你2000万的美金，恁要建设，因为因伫大陆的时候，发觉蒋介石唔是人物啦，枭雄啦，还是暴君迄类的。孙立人是留西点军校的，是美国人要扶持的一个啊，因的点，因的一个棋子啦，但是拢戆中，这叫做戆中。王中王甲迄用，尾后迄用软禁有无？啊，这人的命运足奇怪哈！尾后来到蒋介石来到台湾了，复行世事啊，啊开始实施上重要的政策，开始杀多咱台湾精英，因为咱发觉因唔是真正讲个做林献堂台湾的精英讲回归母国、祖国怀抱嘛，唔是嘛？现在中国派讲是回归祖国派讲，不是安尼嘛？现在来台湾的人拢是掠来的嘛？对伊的部队来，全部鬼的，为后迄个13、14岁，啊，你穿草鞋啊，排西当丁啊，啊，穿了还阁排袂啥好势，啊，你来台湾，啊，唔捌机去兼去高中内面做军事教官，啊，看会死也袂死，啊，讲迄个国语吼，你若甲翻译听10遍，你还阁听无？乡音呐、啊，因为这乡音迄个足重的，你真正听无？你会记？咱较侪岁，咱细汉在读小学吼，迄个所谓中国的外省的老师吼，真正咧讲课，你才听无啦。所以你看我这样子，我婆婆妈妈我袂瘾饿，较早有饿啦，啊，自从读高中了后吼，就甲放我袂记啊。因为我拄着一个教官，迄教官吼。迄当时我还记得咧看文学吼，一本写作名叫陈之帆子，叫《在春风里》啊，你唔知捌听无？《在春风里》迄是文学小说。我看咧，我咧看，伊讲《在春风里》甲讲做黄色小说甲收伊，我真正吼，我即个高官真正唔捌伊去兼无卫生就对啦。所以中华民国派1000个人来统治台湾600个人，是用枪杆子出政权安尼来管。啊，台湾人呢，惊死个爱钱，嘛袂使怪啦，因为台湾人400年前总是予你为中国大陆来到台湾，大家人会当要求一个温饱、温饱尔嘛。啊，俗事卖插啦吼，会当食会饱，啊，乌龟、乌水狗无死，啊，就足好个仔啊，啊，这也无法度怪啦啊、哦。所以伫即个咱台湾目前的议题啊，他既然柯文哲崛起啊。伊甲咱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一模一样，唔是伊来读咱的册，是这就是社会需要的现象。贪腐集团、公共政策共同的议题，伫这个时阵投射伫柯文哲的身上，因为百姓厌恶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内斗，啊，和民进党执政也是如此而已，官也一大堆啦。啊，你若不是伊的核心人物啊，你也不能够去分到一杯羹呐、啊。我跟你讲是安尼啦。
啊，安尼大家寄望伫底？第三势力的崛起，前面佫要做甚物党？公民党、公民的动物无吼？一林英雄为挂帅，啊，佫有另外一个甚物迄个在野甚物会佫出来？我甲你讲吼，好佳哉，今年国民党要走啊！啊，若无啦，你佫做啥三党开？国民党也是还佫执政啊？中国人、台湾人啊，台湾人会惊啊？选举呢？无师傅啦！我跟你讲，钱买真正有。当然，今仔个柯文哲是一个特殊的现象。你对南部，你甲看乡镇，这边独独买袂行的所在是足侪位。你甲想讲，台中三六一票2000，伊还佫输20几万票。啊，过去买逐只买逐只行。我伫高雄的左南区有一个议员当选连任七届，伊要买到尾啊，足紧张的是一户蛋一万几票，你一票我得啊，用安尼啊。啊，你甲起一万块，甲起1000块500，啊，若去到咱个细汉的时是三位数尔咧，哼，位数减无减无头，去减着个票号，伊看有可能无？啊，若无就甲讲你摕人的钱，爱人消灾，无观光有咧看。夭壽骨，啊，唔知是咧看伊个夭壽啊，看咱个夭壽，咁是安尼。早期的台湾选举的文化，害死台湾，伫国际地位无法度提升。国民党甲美国讲，恁去看蒋经国的日记第446页，伊讲安怎？伊讲美国透过日本的大使甲咱讲，讲咱若要用治理台湾，赶紧幸福伊。写得清清楚楚，你就知影讲，这是要美国军事战略中。啊，但是国民党呢？我讲因酒驾，啊，甲传来遮个人，敢那拢真是小好样。拄到南北韩战争，杜鲁门伫1950年6月25日，南北韩拍开了，伊伫2天后，甲宣布台湾地位未定。本来台湾已经提案送去联合国。要兴我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要求伊袂使派兵去北韩。结果北韩无，迄个中华民国无咧甲信道，共款是派兵去北韩。啊，拍海啊！啊，台湾这个所在是蒋介石太厉害，安怎厉害？是因某的厉害。宋美龄美国人三姊妹，因去甲美国人游说，一个麦克阿瑟。一个罗斯福，当时啊，一个杜鲁门，啊，去一个看那看罗斯福选不到迄个对手来管亚太地区，啊，四个人呢，按照李敖咧讲吼，都有很亲密的关系，我唔知道，我无看到啊，百外岁哈，啊，伊呢，有法度去甲美国的手腕交陪，和美国来美援啊来。委任蒋介石，伫遮做反攻反共的一个堡垒，一个管的，到即摆唔敢走。啊，死也死，啊，历史的真相暗藏。啊，即摆伊委托去管啊，得爱美金啊，得爱什么货拢入来啊。我记较早细汉，你捌穿过棉粉底啊内裤无？捌吼。较睁开的所在，大家就去教堂领面粉啦。伫迄个落雨时阵，米原来安心，大家安心，心甲安。啊，蒋介石伊统治了后，选举时开始去到多一县市，就拢安尼分，乌派、暗派、白派，每一县市拢三种派。县政府安排，啊那农会就乌派。议会的白牌拢安尼，啊！恁迄当时唔是所谓监督，那叫做军分军章，轮流做，啊，轮流分。这个工程，这边好哩，后边好哩，啊，这条路呢，乌了可再乌，到今麦又安尼，这叫做台湾的政治。台湾的政治，那是迄个法律，迄个体制无改。我跟你讲，你个叫玉皇大帝来做也是同款啦，因为伊要遵守迄个法令。我会记我伫前伫迄边讲，台湾要起厝啊，
申请一间建桥哦，你家己要去哦，爱等十外粒银啊，啊一粒银啊，你爱包偌济红包？顶个月，即卖二月吼，顶个月高雄市一个咧负责这个人收押有无？啊，迄个处长落任有无？啊，都拢本来拢安尼啊，迄、那个较衰啦，迄、那个叫做擦青改白。啊，这个现象足普遍了。啊，即卖较要改啥？违章总拆有无？柯文哲开始。啊，即卖国管区吼，和柯文哲比了了后吼，民进党对你行，啊，要求骨。即卖你若即间你用点着违章哦吼，方圆三公里拢爱拆。伊有一个规定啊，啊，你也唔冤呐，啊，我搭一个铁柱，压一个花。啊！你有安全的逃亡的路线设备无？啊，公文就来啊！啊，要安怎？我问秘书长，我讲，这地咱是美国军事政府管的呢，暂时忍耐阁予伫你当局管几个月啊，尔。啊，那咱的中心厝要用拆，要安怎？伊讲啊，要安怎？我问美国国旗甲插起你个，啊，看伊要安怎？伊讲唔系啦，啊，就要执政啊，啊，家己安怎？啊，咱以后执政要厝互你徛咧，厝的我唔知啦，啊，那地吼，大家就真拼啊。台南州有一个郡守吼，伊的阿公日本时代有留一块地，伊是分林啦，啊，你在德顺，啊，这地日本人来，日本人走了，说国民党霸伊。啊！日本国民党哦，咱拄只，咱这两天有看到连战，伊财产300多亿无？安怎来？你知无？我等下讲给你听。即摆国民党来，是不是把日本的物件拢收起来？你若去图书馆有找到两本册，叫做啥？叫做《警备总司令部接收日本台湾财产清册》，这一本。搁另外一本叫做《中华民国接收日本台湾财产总清册》。拢总遐国营单位啊，民间单位，啥啊，拢总去收起来。啊，什么人在收？第一关的官方的人先去收。啊，那收起来吼，差不多二分之一叠咧裤底啊，二分之一交了公司安尼就对了。第二层的人啊吼，去收迄落伊收不了的。啊，搁有第三层的去收迄落。收迄个私人的啊，共下啊，变作转移对伊财产的。我伫台北州吼，碰到一个伫英国转来的留学生，伊讲我住伫高雄，啊，阮舅公吼，迄伫摆伫第三顶的啦，算因舅公的早期入中国大陆来是摆第三顶的安尼啦。啊，去收哦，收迄个股票啦，啊，收迄个无人的土地安尼，讲因舅公要死，依山水爱交30亿啊。啊，那伊是排第三顶的，啊，连前因咧排第几顶的？我甲你讲，伊若300亿，伊还阁做下慢呢。那这样的300亿，伊还阁做下慢呢。啊，你甲看迄大、迄林家啦吼，啊，各种蛋糕无？我甲你讲，迄拢从日本人留来财产，啊，迄拢咱的祖先的财产。即卖我咧讲这个森林，这个是安尼，这个是因为因的时代人土地唔到迄个国民党当来来几排就甲收去。修以国民党划设他的国有地啊，承租给你，我你给租了。哎，啊，咱爸的土地变作我给你租。啊，较早这些人是讲啊，都有时当做，当个食，啊，得顺猛进，安尼。啊，我甲伊讲时间到，伊袂愿租你啊。5年、10年，你拢交租金哦。以前嘛讲我不续约了哦，安尼你停开啊，停开过偌久？过一两年要该修啊。一公文来啊，讲你的土地哈，我们不承租，你请你归还我们安尼。我这个郡守吼，科贵郡守是法律也足清楚啊。伊甲我讲啊，我想要安怎做，我讲好，甲做。伊多去伫迄个土地甲插四支旗啊，咱这四支旗啊，啊，甲写一张公文甲打底啊，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哈。你们只是代理管辖，这个土地是美国军事政府、台湾民政府的土地，
你没有权来把我取回。啊，国一十三叫个人就来啊，就敢问啊，叫伊去问，伊拢袂瘾插袂到。以上地检署，地检署伫顶个月正月初吼，叫伊开庭。迄间我都无闲，我无闲，我讲嘿，见车甲开。啊，大家人拢袂使甲伊冤家，啊，唔通甲扯三字经。啊，在台南地检署遐个行遐个说，我甲你讲有够好嘞，检察官出来有够好嘞。伊讲吼，我唔知要怎处理，啊，恁何解敢好？何解啦？因换去国有财产局，国有财产局是接下了伊的迄个书状啦，都唔敢表示意见。我甲注意报告，国民党的高层。足早就知影，因要离开台湾啊啦，机长唔知影尔啦。马可斯要走是飞机坐就走呢，马英九嘛同款。我会记迄个周玉蔻，甲迄个杨石秋，伫顶馆拢捌讲过啊。如果马英九你要跟你的老板美国军政府去投诉了，刚才是捌讲过这个话啦，所以大家人都很清楚。全世界拢清楚，都独独台湾人唔清楚，唔知影讲台湾那个美国军事将了掉。啊，安尼咱的命运就是安尼，从摆布七十年，好不容易台湾民政府提早发觉到这个国际法律。美国本来是一百年后，今年是第七十年啊，佮三十年后才要公布。啊，三十年后，伊就讲恁选举已经弄恁好啊，啊，互恁就地合法啦，安尼叫做。台湾主权架构要让中华民国生存了啦，因为你该知影，七十年来欠我这钱啊，而且不得三代拢靠中华民国在吃钱啊，迄军费要收，咱敢买军费拢总二十年呢？啊，二十年才买，唔是买新的，买中国的，去兼去比买新的较贵呢？唔是打家呢啊，包括把法国买都是各种同款呢。啊，用迄种种，迄个军头有无？得分嘛，啊，迄种咱税金呢？你敢无缴着税？有啊，我是拢无缴啦。我无咧趁钱啊，第一啦，啊，第二我嘛袂用个缴。所以，台湾你个看开吼，敢若有一种吼，立足点的不平等。咁台湾人，咱台湾人咁真正，真是做遐歹呀？拢互因中国人来管安尼，咁安尼个？风水也轮流转未？无迄个绝对无可能嘅代志。迄飞机都有法度去弄着警车，啊！你敢想会到？咁是飞机也去弄着警车？都打台湾路呢，或者复兴号一号螺旋桨跟二号螺旋桨也用唔到，那是关油关唔到的啦，关开要开，那其实那一个两个螺旋桨一个就能够启动了，那用唔到。当然，那个飞行员啊，真优秀啦吼，不会弄到那栋大楼，啊是安尼算个做蛤蟆啦。咱台湾卡用足侪要求钱吼。你想到你的感觉心酸，那伊台湾人为八点做到下暗八点，自己上班十二点钟，啊开店开十二三点钟，做事做迄个型的，我讲台湾人应该做富如，你家己慢慢来想看卖啊。台湾民进党的崛起，为什么柯文哲现象开始怕出第一跑，规个台湾的社会现象。拢已经足清楚，国民两党不能够治理台湾啊！啊，那是柯文哲伊无出差错，所谓差错是一半字啊，一半句啊讲得较紧，不要紧啦，咱会当原谅一点点安尼。啊，其实伊大方向未差错，除了用暗杀的以外啦，应该那是安尼落吼。我跟你讲，咱台湾民政府。会合作，你有看到报纸讲，
伊伫选举的团队内面，啥物人拢有？讲连 CIA 也有无？你有看到无 ？CIA 伫台湾有偌济？我听讲有一千至两千个人。每一州，咱的每一州拢有哦，拢有人哦。啊，在都唔知有，咱 CIA 无，我唔知。你在网路上，在你的 LINE 顶管哈，我来讲，很容易被人家去测到了。很简单的，我在台南州说过一句话，那句话是比较秘密小夸，我也没说百分之一百，我是隐喻啦，隐喻。结果有人给他泼去 FB， 现在也许知，他没说我，他说台南州，我给点油做记号，所以现在我有一些事情，我不能公开说，咱慢慢来做。您是这班车的买班车，您是较好运，怎么说？人已经打拼四年了，啊！恁来付着买房车，恁即摆赶紧脚步，唔但是甲新台湾论头好，法律用个清楚，你的专业也要清楚。我问你，你要凭什么能力去执政？你有什么能力去执政？你若要来斗人数，会使做议员，议员举手。举卡来倒，啊，一个月领十八万，给你，啊，一年上班四个月，安尼会使。啊，你若要来给那个，即摆派你去伫建设厅，啊来，你的范围要怎么建设？你有没有一个构想？你都要很清楚。好、哦，少年人安尼给你鼓励，啊，咱屋里上啊，咱就来。先就这个民政府赶紧执政，啊，咱同阿来办退休，好惊伊事实来接起来。我拢常甲你讲，你今日来啊，恁等于一定爱甲恁的后生的祖囝来赶紧来办身份证，先抓来上课。有一句话讲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其实这拢无唔对，因为你既然有迄个因缘，你要到家。你既然有迄个福报，中台湾民政府中央讲，你若四千个内面薪水要让你领，甲你不爱领，啊，这公开的代志啊，薪水偌济你知无？你敢知影？唔知？你是真正唔知啊？假唔知？你唔是为着薪水来的呢？哦，安尼恁较搞，我是为着薪水来的。薪水偌济呢？是即卖薪水的三倍至五倍。起跳，因为有十万的公务人员必须要啥删减。台湾公务人员二十万呢，起码唔免遐济。咱起码拢要用电子化、网络上化。啊，那你若不要用赖，你做议员呐、啊，时间若要开会，啊，是军人讲啊，只要通过哦，你讲好哦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那是年轻人呢。你要学你的专长，然后进入内阁。内阁在州里面有厅，在局里面、在军里面有局，你一定要入去。好，那就来讲食品，卫生食品科来，鼎新的石油案，那是你做这个局长，你要怎麼来处理？你要很清楚啊，你摸核心，你是国民党去投。比赛哦，啊！你若无安尼的能力，我跟你讲，民进党会起来哦。美国以前咪咧讲啊，按照长罗素咧讲，台湾要选出怎么领导人，他尊重台湾人，而且伊伫正月初三伫美国嘛讲，2016年要不要选台湾本土台湾人总统，由本土台湾人决定哦。这句话意思，你拢爱听哦。那按照那个秘书长讲，今年国民党离开了后，我们接政权，我们大概有20年不会选举哦。明年未选举，我给你保证未选举哦。啊，若未选举，你要来做建设，是不是做好者？都无主动，无抗议，但是你未使因为安尼就乌白来啊！贪污了就随死刑哦，这不是开玩笑。我来讲卖公私刑啦，你讲那迄个鞭刑吼，
第三遍落你的血就怎出来啊？看你会爱坐偌久，爱倒偌久，该啷坐啦？上少三个月啦。啊，得爱抹啥？抹迄个金串膏吼，逐工搞，你敢有法度三个月我就坐啦？啊，你尻川爱抹个表较坐个啦。变形的新加坡，你看卖啊？真正哎，咱只哎，咱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妨害台湾正常化自治条例内面有写哦。咱只嘛有十个法案咯、哦，迄种通过了后，报给美国核准了呢。我们是一个政府的架构都已经形成啊，中央的内阁、中央的参众两院、州的内阁、州的参议院、郡的内阁、郡的内议院，拢总成立吧。这拢爱报美国准的呀、啊。咱一个台湾公民法权利法案呐、啊，敢那用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，咱上美国安来回三抓了、啊，修改条文，咱是因为迄个法令那个来发行所谓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，台湾民政府身份证，伊讲你就是台湾人，你搞这个身份证，啊，若无你给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你不是台湾人啊，你中华民国啊，中华民国的无也，中华民国。咱的本土这张台湾民政府身份证后壁有晶片的，现在已经是世界通用了呢。迄、那个通用就是认定你就是像美国 USMG 发出来的 TCG 的通行啊啦。足侪人入美国拢总骑车呢，伫国内拢总唔免创啥，包括你中南美洲哥斯达黎加、纽西兰、澳洲拢赶快通用啊。啊，这唔是假的啊！你若甲你若甲甲违则，我甲你讲，美国早就甲你出代志啊！你甲想，台湾民政府是2008年的议会参议，向全世界194国布达，伫华盛顿 DC 挂牌，伫台湾69个县政府公然用政府的名，即摆咱50军拢落啊！咱正月初要登报纸，50军拢有主持甲相片啊！国民党有来跟你安怎无？伊是安怎无来安怎？对无？政府呢？敢那在吃饼呢？哦，你做你大胆啊讲，恁是流氓政府，无唔对，恁是流氓政府，恁是代理管理尔，阮是法律的政府，阮是即将执政，你做你安怎甲讲？我伫做牙棍，我头先是做做牙棍手了。我来看帮你注意个看过，你个看，我是要消灭中国流亡政权。啊，我有安排拢听你头前。警察讲有人密报，有人密报讲你是挂无同款的安排车牌。我啊，我挂这袂使呢，我违反对一条法令，你甲我讲。伊讲啊，都有人报啦。我甲讲吼。我即马报讲，阿兄在创啥？阿你敢要去？你是唔捌我台湾民政府？你来，我煞讲给你听，甲解惑一套听。啊，以后袂使入去我的办公室内面啊！我插美国国旗，你若要入去，你穿便服，穿警察服，你甲当个好得。这咱必须要交代啊！这美国交代啊！美国国旗插的所在，你袂使中华民国的宪兵、警察、刑事单位袂使入去啊！美国的属地，美国的管辖，所以你的美国国旗等于吼，弄个插在你的老尾顶。我跟你讲真的啦，你个插在你的老尾顶吼，啊，迄卫星全世界拢看有吼，伊就知影个升一支起来啊。我跟你讲，真正安尼个插起来，保护你，你个笑，哼，有绝对有效，吼，辟邪。我跟你讲吼，我跟你讲吼。妖魔鬼怪绝对唔敢入去啦！我来讲，真正咱的东兴，大家嘛查啊，查啦，查啦！除了你有黄金，我看到啦。啊？无啦，因为来加，迄个，我说实在，大家人拢查起来啦吼，啊查起来，我来讲，他们都会看的。哎，因愈侪人猜，就愈侪人知影讲啊，知影。其实即摆普遍拢知影。我甲恁讲，我甲民进党讲遮个代志，因拢讲安那，你知影？因停留伫2005年，咱的秘书长甲何瑞元写一本册，叫做讲，即个可是美国的海外属地啦。其实
迄个时阵也未发觉到，迄个地是日本天皇的，叫做日苏美战。啊，个民进党去看到迄本册，因就不以为然。伊讲，虾米咱是美国的海外属地，其实唔对，因要停留伫安尼。我上一本册有叫啊啦吼，啊，甲民进党遮个头人拢去讨论着，我甲讲，恁是安怎要去用台湾关系法来咧讲台湾的前途？恁是安怎要去用联合国的宪章第76条、第73条、甲第2条来咧讲台湾要自民主权？你行未通啊！你是安怎唔行？另外一条路，50年化台独哪会通？走得独啊？要安怎独？啊，必然就独去啊！啊，必然就建国啊！啊，必然就独立啊！是安怎袂使？恁敢唔会讨论？恁哪要爱政权？啊！你伫遮咧管，恁咧爽？啊！台湾人敢行出来？世界敢行出来？咱的外交剩几个？得去揢钱乌西，人敢要来？啊！迄个国家，差不多咱遮区长会当了。台湾的外交是安尼啊？安尼还阁无可能噶？啊！咱敢有必要去头壳较寒慢？咱的经济是足好呢？咱的电子业有无？咱所发明的物件，咱是有够好的好呢，是由这个国家、这个执政当局给咱用派去的，你敢知？台湾人可怜，我拢讲前世踢到因的祖先来黄金盲啊，这时代都要糟蹋。你无发觉啊？你若去到较早的官衙、官府，吼，迄个唔知啊，讲你唔好去得失着啥呢？你唔好安怎呢？会安怎呗？老一辈拢安尼讲。哎，安怎？啊，大不了是你管几人啊，尔也袂清杀啦，敢对？我伫民进党足久个，啊，我也管过啊。啊，发觉迄条路行袂通，你个思维嘛，为。早期的郭靖富，现在这个辜显荣的建议是谁？现在这个说要支持赖清德选总统，这个辜啥辜老啊？辜宽敏啊，他是这样，早期本也是台独的，啊，他钱足多啊，他是不支持蔡英文，是，他不是纯粹蔡英文是查某而已啊。伊认为蔡英文伫台湾、中国这个关系讲袂清楚，伊佮支持赖清德，啊，所以可能后尾摆在赖清德的宣布啊。哦，啊，我有去甲一个高雄的一个议员讲吼，我讲吼，恁甚物人要去选立委吼，我看卖选啦。我讲明年袂选，你敢知伊安怎甲讲？伊随家去边啊！伊讲，啊，你第一日甲我讲的，但是我第二个知影。我第一日甲你讲，你第二个知影安尼啦。啊，这唔错，奇怪安尼吼。伊家去边啊讲，伊讲办公室出一人，伊唔敢互知。伊讲吼，我有在禅坐啦，修观音法门。伊讲吼，有迄声音甲讲吼。2016年未去选举啊！我說啊，你敢知影啥？伊讲我嘛唔知，啊，就一直甲讲。啊，拄到我甲讲，向阳甲讲的时候，错一条。这个人连任三届议员啊！我讲我等你来台湾民政府哈。伊讲叫我摕一寡资料我看，讲伊也唔知影这个代志。讲恁议员在做安怎？台湾关系法你拢唔知影，你是咧做议员？台湾关系法。是美国在牵制台湾的，咱就要用旧金山和平条约彻底把台湾并过来啊！美国就是惊咱安尼，咱即卖是这个月底要去美国控告，要告啥？告中华民国代理台湾终结。美国叫你中蒋介石来，一定有跟你讲理由，讲。苏雷一定有，美国人绝对有。按安怎讲呢？美国人伫普天间基地屋企那话，去予日本人安尼个赶走，遐个地主也要讲煞独立，
啊，伊做甲美国管理会做诉求，美国随起好看，起有因当因当时在选的首相，来你看，这恁签的恁建白国，日本是建白国，两粒原子炸弹了，你无惊导航，你得爱华美国，我建线国，我让支配，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第四条。日本所有的所属的列岛、人民、财产、器具，都是美国在支配啊。是杜鲁门，噶不、啊、是杜勒斯，在写迄个《旧金和平条》，杜勒斯跟吉田茂因在合作，用11个月的时间来改写的《旧金和平条约》，是因为日本最重要的一个所在，伊要日本早一日重返国际社会。早一日，予伊搁再独立起来，壮大。但是，伊甲伊个武力啊，军队收编，甲伊明治宪法改做日本宪法，叫做和平宪法，叫做战时宪法。因拢袂使有自卫队扩张的权，你爱互拍，拍甲冻袂调，你爱当行手。去年、前年，2014年。四月，奥巴马去日本，就是为着自卫权的扩张。你报纸你拢有看到，集体自卫权的扩张，修宪或者复宪通过了后，伊会当安怎主动出兵？台湾有代志，伊就当出兵啊。伊认为讲你中国甲威胁，伊就当出兵啊。即摆可能个日本人去拍死，日本人已经。忍耐袂掉啊！伊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即摆已经足足偌久，已经行到破胆。50岁以下的日本人，因要拼经济，因无爱拼集体自卫权，是安怎安倍晋三伊个甲国会解散？是因为伊其实自民党有1/2拢中伊个人，但是修宪爱3/4，所以奥巴马甲讲解散重选，结果。迄、那个选举短短偌久，过偌久时间，一个时间，人伊嘛是搁在自民党甲另外小党合作，变成4/3，拢伫伊个控制内面。集体自卫权修宪通过，日本叫做美日安保的这个物件了后，扩大到整个东北亚地区。点这边摆，你有看中国大陆画迄个这航空识别图有无？为咱的这边画过，美国的。这个咱这区的司令就甲讲，欢迎日本去巡逻啊，有无？你慢慢来看吼，政治语言呐吼，袂直接讲啊，做硬做死啦。中国因的发言人，你注意听，有可能咧讲话，因的中国的保守派听咧。啊，你爱听美国发言人咧讲的话，确实讲后一任的总统那是。希拉里，希拉里连2010年啊，就甲中国警告。伊讲你若要讲钓鱼台的收管主管的话，也是列岛的话，你得爱十足有实力，你甲通用实力来讲你的话。河内高峰会议就讲过，去年越南去排华去讲。台塑的大炼钢厂，有无？越南，迄个是越南的政府有办同意因的百姓安尼做，是咧创啥？是中国伫越南的南沙群岛底下钻探石油，一年外，底下欧九鱼欧一年外，哎，通言，去年7-8月啊，都提，你有印象无？中国在南海钻探石油已经有1年多的开发的钱啊，去年7月都要向阳提。中国底下欧九油虽然来撤退，奥巴马甲习近平讲，这个所在不是恁的所在，你若要再继续落，除了你下台或者战争。南沙群岛叫做新南群岛，
在1939年的时候就已经偏入台湾，高雄州啊，偏入高雄州，都有跟全世界宣布啊，列入日本的宪法里面，叫做高雄州，南沙、东沙、西沙，钓鱼台是台北州宜兰郡，有一边宜兰的人走遐掠鱼，和日本人冤家，过一个日本东京的法院，东京的法院破决宜兰人赢，因为遐是属于宜兰郡的。这个拢有案可稽，不是我们空口白话。为什么东沙、南沙、西沙会有这个代志生出来？钓鱼台其实上较无争议，钓鱼台是确实是台湾宜兰州的，啊，台湾属于日本的。虽然尼克森把钓鱼台献予日本，这个是。以后日台邦联的时阵，他过来瞧。啊，那是南海迄个所在呢？是因为美国人是建信国，但是伊个遐个无人的岛，看作无足重要。这个甲苏俄迄占北方四岛都无关系啊。北方四岛是伫北海道顶头。遐是日本人有16000个伫遐住，战败了后，这16000个，迄个苏俄用船甲载登个北海道，伊都用当作无人岛甲占的。其实，北方四岛伫1905年日俄战争都有一个协议啊，讲迄个所在就是日本的国土。1905年都有这个协议啊，所以苏俄。普丁有一天去年安倍晋三去把苏俄讨北方四岛，苏俄北那个苏俄普丁说你要回去看你的历史跟看你的书，啊，如果你不然找我讨这个北方四岛，其实要讨北方四岛要跟美国讨，你注意你注意一个观念，两粒原子炸弹弹落去，日本所有岛内四岛、甲列岛、甲伊占的28国家，拢总导航。美国是主要战胜国，他有权力分配。台湾甲越南是委托蒋介石来代管。韩国的主导，和韩国独立。满洲叫做啥？叫做奉天有无？台北迄个所在，行哦，中国大陆有无？向中行，啊是安怎会安呢？是因为开罗宣言，迄内面有安尼讲，迄叫做宣言，不是条约。开罗宣言有讲，讲日本向世界窃占的国土，必须还给原来的国家。但是台湾甲澎湖唔是窃占。所以无处理，台湾甲澎湖无处理，剩下拢总行了。国际法是安尼规定，波茨坦宣言第八条，伊是讲将台湾澎湖行予中华民国，迄是1943年。迄个时阵战争还未结束呢，有无？1943年，但是1945年战争才结束呢。8月15导航，9月12，他开始在做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1945年4月7，伊是实行伫宪法内呢，迄边来行伊。所以波茨坦宣言，予日本人惊着，日本人认为讲，啊，台湾毋是幸福中华民国啊嘛。结果这个代志，伊竟然按来请教咱的秘书长，咱的秘书长。一条一条依照日本、美国、中华民国、台湾这个关系条约，给伊讲个清清楚楚。所以日本人即马惊着，你有发觉？咱有四遍去日本，伫8月15叫做中战日啊，伫12月23是天皇的生日啊，咱拢穿安尼百几个去。
甲伊讲，台湾的土地是日本天皇所有，台湾的新民是你日本的新民。我今年两，去年两边我拢去，啊，日本人十万个人伫迄个靖国神社，十万人看到你安尼感动到流目屎。日本人少年人唔知影。即摆，因的精神伫咱台湾民政府身上看到。我去年去八月去因的311海啸迄个所在，你个知影日本因在追求的物件已经是失落去啊！日本人过去伊在工业上，伊在制造的物件是足专的、足专的啊、足认真的，迄个物件是有够好用的。伊是以永安的世界崛起，所谓工作的态度、手法的态度，你日本你甲看，街仔路毋捌一块有一块粉头啊，也垃圾分类。我伫民国82年九月，我开 NGO 的环保会议，因的垃圾分类伫20几年前，垃圾分类就分5级啦，可燃不可燃。金属非金属，回收不回收。今仔拜你会当摕这出来，拜二会当摕啥出来？你摕唔到，你互我笑。所以日本这个所在啊，因有足侪所在，看咱台湾民政府有什么连接性。这边12月去伫个日本开啥？开迄个叫做天皇的祝圣。有因的一个叫做昭和教育诏书啦，因伫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全世界唔知影人有一个日本这个所在，主张以日俄战争拍落了后，较知影讲，啊靠，这个偏西大，这个国家竟然会这么拍呢？伊较知影讲，因的啥？因的教育成功，因的什么教育？因伫小学开始就教。道德教育，迄、那个道德教育叫做昭皇，就是因为天皇下的诏书。即卖即个昭和天皇诏书呢，伫对，伫咱台南的新化，要有起一个所在。我迄天吼，我顶礼拜有去找，啊找无到，他讲我伫国小边啊，我都找无。即、這个诏书伫所有的学校小朋友的心上，就开始学啊。开始成长，衔接学校、家庭、社会，人拢无分离。啊，那中共呢？中华民国呢？是教伦理道德，好教下那个呐，做伟大的安尼有无？啊，那出社会以后，红包就公家分啊。你若唔分，你若唔买，人就甲你排挤啊，甲你孤立啊，你就忧郁症了啦。啊！那伫政府的官员内面，啊，又搁较贪较大。啊！那该追溯到中国的历史官场啊，吼，迄还搁较，若要讲骂，还搁较歹听，有无？迄皇帝咧斗争无？迄若生一个二马换太子，生一个后生人，咩咧换掉的，有无？啊，无得像即摆在做个什么后宫，什么《甄嬛传》迄嘛吼。吼、哦，啊！着用毒啦，慢性毒，安尼啊，着乱七八糟。啊，迄个兄哥死，啊，小弟继位，啊，着娶兄嫂，啊，着娶伊后母，有无一大堆乱伦一大堆？迄个叫做国家。我甲你讲，中国个皇帝，佮日本个皇帝先无共。中国个皇帝拢做袂久，你有发觉无？上久个甚物人？乾隆。在位60年，叫做十全老人，有无？日本的天皇，敢有人咧甲推翻？你家己去看，日本的历史你甲掀。日本的天皇啊，就是因日本人的精神象征、文化教育的象征，恭敬而已，没有人推翻。因为安怎讲，皇帝对皇帝做法都无同。中国的皇帝，林隆忠是我的。唔是多咧尔，我来讲，你伊要爱你死，你就爱去死。皇帝要死，就去陪足一人爱陪去做咧军队迄个什么总，有无？
日本的皇帝，日本的天皇不是这样，日本的天皇是把你当作以像那宝贝，以你为主来疼惜，包括物件、人物拢总是同款。人伊迄有传统的文化，那坦白讲啦吼，日本是有去学着东条时代的思想，但是人无去有污染。咱较早。嘛，因呐，我拢听讲咱，因中国的较早吼，有那有盛世有无？啊，迄个盛世都要去日本人学着，韩国嘛学着。啊，独独呢，中华民国以前的满清、元宋遐开始来传来愈来愈歹。咱那边已经讲。我们中国的传统很少，但是在台湾是有意套着背包族，很严会的严没出来啊。所以人政这个方面，咱也免受讨论。我是感觉讲，既然生在台湾，咱活在台湾，咱要徛在台湾，咱的子孙要阁延续落，咱来面对着当前。我们要面对的每一件事物，今年2015年，你看到去年11月29日选举的结论的现象，看到台湾所有的食衣住行的现象，你要深深去体会，台湾已经变得不可救。啊，咱无枪支，咱无战车，若有战车会当驶，我伫20年前我就驶出去啊。我是真正个驶到总统府拢个风，我伫红关的时阵招一帮人啊，我伫红关的时招一帮死客，你知唔知判死刑的？我无解骗的啊，我这录音，我讲恁的武器吼，恁招数入来军费拢给我，啊，我有战车，我的战车唔是迄个战车呢。是宣传车用麦克风的，我讲你的五年激情吼，拢教你我顶悬，咱是只是为南部地下赛赛到总统府拢大呢。迄当时我是有咧安尼，我讲啊你革命啊，结果吼异想天开啦，哎嘿，黑乌道的拢唔敢啊，乌道是夜穿咧卖尔，拢唔敢开枪啊，免骗我。乌道其实上是安尼爱钱尔，啊，所以咱即卖唔免费一枪。接清洁，咱会当改变台湾，咱会当救台湾。你敢知影咱偌伟大？讲伟大安尼好无？阿克会当安怎享受福利？对无？一个月，咱我很多讲薪水，你唔知对无吼？我系讲，其实我甲秘书长问过10遍，啊，托克一个月薪水偌济？你唔得讲一个。伊讲啊，着3倍至5倍，啊！你讲较低，以后较悬安尼啦。我啊，3倍至5倍是偌济啦？啊！我你袂甲你去算，我讲你讲个哦，我来甲算。我讲你唔要用2万二甲算哦，我用4万5算。安怎讲4万5呢？因为咱是官员，对不对？啊，政府的官员上低偌济？你涨4万5，对不对？啊，来3倍偌济？你甲你算。啊，5倍偌济？啊，对吧？我拢讲讲吼，差不多10倍20万啊。啊，其实嘛无济呢。咱在做的工课以后哦，公务人员存10万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哦爱啊，咱来去高管公务人员呢，你敢知？你唔是食饱去遐多尔？你是议员，你是夜手呢？啊，你若是内阶吼，你爱去管公务人员，你安怎管？你敢知？依据了哈《战争法》里面的占领法规定，军事政府来到这里的成立台湾民政府，成立民事政府啊，得以当地的人筛选、训练、考试，当作公务人员衔接政权，然后因为政治安全的考量，
注意听这两句话，政治或安全的考量，你可以把它辞掉。当然是要报给中央了，啊，当然你是在那监督啊，要监督你做啥？你要有中国思想，你要有反叛的思想，你要有要来扯后腿的思想，你要有要效忠中华民国的思想，啊呢，请你离开，唔免退休金给伊啦，离开。所以你现在来上高级班，你后边呢，还可以上啥？职权法律典章、职务典章、职权训练，了后中央专训，每一次都是要有作业。你把这些东西学会了后，你要把那一本新台湾人彻底的看一遍，重点要清楚，你是依据什么法律？因为你若是有做过老师的人，将来执政之后，你要向公务人员讲解这个法理的课。我们就地了，不一定要来这里，然后在高雄我们找一个学校来这边上课，爱好伊彻底把中华民国七十年底下教的历史、教的物件彻底翻转。你讲迄拢是假的嘛？讲学者，迄是占领人嘛？你是咪讲学者？今麦无咧讲啊嘛，日子嘛无咧用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做兵？今麦是征兵，一个募兵嘛，咪征兵嘛，对不？对啊。啊，这是那个葛廖才有的呢？你茫连说国民党会大发慈悲呢？无呢？你慢慢那个思维吼，足侪现象是安怎？宪兵司令的猜测，三军总司令的猜测，后勤司令的猜测，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的猜测，啊，是要慌？伊唔是要震惊吗？是安怎猜测这样物件？咱的行政院组织章程内面猜测一大堆啊，你家己上网去看。啊，这个国家开始在变了。这个国民党伊知影伊待袂久啊，你家想，敢无人做总统，食饱拢穿一领短裤伫遐跑路跑路的，啊？对啊，啊训练了，啊训练了无够，佮兼学游泳，啊伊遐游泳啊。啊，游泳游未到平潭岛，讲坐一只海峡号要坐。啊，必须你话讲唔免啦，飞机买予伊啊，飞机买予伊，因为伊是美国公民，伊关袂掉啦，伊彻底关袂掉，伊互你贪污赢过陈水扁一百倍，伊也袂关。美国人就是唯一公民啦，阿扁也好个在，阿扁也唔是美国公民，所以也关。台湾人就是安尼。落土时八米命啦，哦！你要看人，你着风声讲连战做交通部长，飞机拢捌载落去。啊，人着为了死人命啊，就讲着连战，因为钱安怎来？因为钱安怎来？有无？你要听无？阮有迄个洞是块800公顷的地啦，对。连战洞咧做民省政府民政厅长的事啊。民政科长，对，省政府的事，对吧？啊，迄以前已经差不多是已经收刮了啊。啊，伫民省政府的时，我看到一块地800公顷，伫对，你敢知？伫台南的北门将军七股，这盐田，拍盐的。啊，伊发觉到遮，伊要矮，你知无？啊！叫伊个部属吼，这个规个拢莫去烧啊，莫去烧啊！啊，叫迄个部属吼，因兜多要地啊，伊拄好甲藏起，你听无？啊，伊拄好分时节咯。啊，我吼，我去迄个将军啊，迄叫做叫将军溪。我伫啥物台湾的环保吼，为淡水溪。那边落水溪、宜兰溪、将军溪，啊，甲后硬溪、高平溪、坚定河，我拢差不多是有咧母亲的环保的运动，所以阮是将军溪成立一个叫做将军溪清流行动委员会。啊，阮去去见个遐渔民吼，用一个成立一个会社，因遐有一个沙巴鱼啊，无饲的，你捌听的无？啊，起码无啊。哎，我的朋友去。好不容易准备个料吼，
啊，走去大陆，啊，就中风，啊，死伫大陆。伊做个名，伊叫陈秀贤，陈秀贤，你老在钓鱼大陆，遐演讲足厉害。伊甲李登辉做算，买下去甲李登辉做算，伊甲李登辉讲条件。我即摆摕到遮资料了后，有着遮百姓拢有去缴税金嘛？遮地是日本人。你有国民党收益，我很多有讲到日本人拢该收益了，啊，讲你给他租嘛，啊，你爱拿阿十租金嘛，安尼嘛，啊，因为咱的祖先拢会用较早迄个米寿汤啊，无剃汤啊，无叫税金单拢有落落，啊，放落顶管，好个再无鸟出街，啊，就客船，啊，客船好，人阮就开一个会，咱这爱来甲政府讨，啊，讨顿个3500安尼啦。啊，我吼，我有出出啊钱啊，我若分着，咱分着差不多伫迄、那个。百外家，我那分百外家，做好呀吼、嗯。结果李登辉答应，你知无？李登辉答应讲吼，好，这地要行你安尼啦吼。你若想讲这个地啦，佮林进东贪过，你佮看伊偌好呀有无？啊，佮冻掉，冻掉，你敢知阮做偌久？阮做十年、十几年，四当前有无？这个地放出来啊，放出来啊。四年前郝柏村已经离开了，对不对？郝柏村上任的时候，我这个朋友就走去大陆啊，伊可能用环保流、环保轮换要甲你啊，走去大陆。啊，去大陆食伤好，煞中风啊。啊，去迄个毋是中风关系尔，去大陆搁咧反对中国，还搁伫遐咧靠农民组成一个农民组合啦。这人食饱拢在反对执政者而已，就是讲压迫者。爱是被压迫者的阶级斗争，伊专门在讲武这个工过安尼啦。结果死当前死伫大陆啦，啊，拖地行出来啊，啊，伊无分着，纸头无伊，啊，我命伫伊遐，啊，伊无我无，啊，遐大家拢分着，你知无？你唔相信？你去甲问七国八门将军，遐大家拢分着，大家欢喜噶吼。啊，所以讲做一个功德啦，吼！啊，咱无嘛，不要紧啦。啊，我着支持我这个朋友嘛，吼！我支持我这个朋友用伊，爱用抢的。我家母爱分三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嘿啦，啊，我家己差过尔，吼！啊，伊就死啊，伊就无啊，我要有。因囝吼，伊死人前的迄个骨灰为大陆运转来，阮有家办一个追思啦。啊！因囝讲要甲退啦，我讲啊，卖退啊啦！迄个人拢分了啊啦，生活之物啦，啊人死吼就死啊，迄无足重要。我是个钱吼，看了足无重要的人。我讲啊，就会当替百姓做工课，会当有利他。你注意听吼，你能够让大家过好日子、安乐的日子，安尼你就是做上大功德。看赢你迄个啥，迄个乞钱教父，迄个乞钱做甚物发挥啦？这个才是真正的行菩萨道。你不管你信心的宗教，不管你啥货，拢感官艺术。上天是看这里的人民的念头，念这里的行为。我相信恁大家人来上课的人，若有野乡的，唔知有去跋杯无？我唔知啦。我知影是足济人有啊。足济人去问甲讲，真正台湾民政府是真的，台湾民政府是执政过来上课一大堆啊。恁有无？坦白讲哦，恁拢无，安尼恁就足厉害啊。红拖来吼，啊拖哈、啊，有啊，那无诉讼费？你是讲对诉讼费？哦，诉讼会，黑本诉讼会，黑本诉讼会是按照原有的日本的留下来的资料，那你祖先的所有权，然后被国民党收走了之后，用这个一堆，我很多有讲过，警备总司令部接收日本台湾土地清册，中华民国接收日本台湾什么？你要摕到这清册，证明是领导的，会当行。你起码哪有？我跟你讲，日本有答应，日本有答应，咱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。你证明你的祖先的土地被国民党收走了，马上还你。三七五点租的是你是地主还是田？三七五点租的是中华民国单行伊的用意，但是迄个鬼啊，迄个咱另案来讨论啦，迄个可能啊另案讨论啦。
日本时代战机也行的呀，可以。秘书长有讲过，你伫日本时代，恁的祖先的土地，你有法度证明是你的，和国民党阿败，拢会当收回来。我甲你讲，你会当去堆日本嘛有？日本清清楚楚，我甲你讲，日本保留着民政甲地籍，哦，清清楚楚。你会当去清清开单？啊，迄个先留啊，以后甲拍算，以后无话着政府来补贴你嘛，不要紧啊。啊，着已经继承道路啊，啊，继承啥物货拢用？我捌甲秘书长问啦，问讲啊，国民党遐钱贪了啊，卖了啊，土地要安怎？嗯，爱留落啊。总统府对面迄栋长荣集团买迄栋国民党的党产，贱卖，有无？啊，即摆台北银行贱卖给富邦银行，有无？哎，这种柯文哲爱堆嘛，啊堆到尾啊，我们执政之后呢，我们做一个总清算嘛。其实咱即摆还是在查资料啊。我很多讲的遐两本册啊，你内面写个足清楚，有台糖的，有堆拢清哎。黑龙江的，啊，啊，一家啥是直接好占，还是征收？啊，对啦，较早是拢安尼对啦。啊，你若安尼，你看我都申请原始的资料，要有你的名无啊？啊，若无日本人嘛有啦，没烦恼啦。啊，你好嘢啊你，你去拜民政府吼，去拜民政府做公务人员，你都好嘢，我无该骗你。因为咱的薪水比别人比较济啊，来安娜，我跟你讲吼，咱以后要用的币值叫做正台币，正台币，哎，现在是新台币对不对？咱要用正台币，正台币一块等于一块美金，一比，哎。会出大音哦！我跟你讲哦，伊这是现场转播了。啊，若无我会当跟你讲，咱台湾做好个。迄拢唔是，咱台湾做好个。石油是其中一输啦尔。安尼你看嗰个比这较好个，哎，啊你唔知啊？我跟你讲，还是未使讲，你是咧问到位，我就叫人去咧告啊！你是，我跟你讲哦。你都没烦恼啦，必须就刚刚给你发这个薪水哈，就是我们有所本。我跟你讲哈，以后包括咱的生活做富如，我们的城乡风貌，所谓城乡风貌的情况，我们现在的房屋的结构重新会改变，咱们建设该像水苏遐水，像西德、像美国遐水，因为咱唔免选举啊，唔免人障碍啊，安尼有好无？我跟你讲吼，身体要顾好，知无？吼，爱较认真运动诶，啊，车爱加减看啊，那小个人咧，吼，至少你甲你诶好友，甲你诶有姻缘诶人，甲救起来，敢是安尼？无缘诶就卖啊啦，讲甲冤家就卖啊啦，伊听无啊无缘嘛，敢是？哦，啊，咱要提早食饭吼，啊，今日讲到这为止，谢谢。有带咱酒了无？